半，然后发现后面的风实在太冷了，然后张医生他要挪一下位置，可是他很贪心，想要拥有最好的 view， 所以他就把门打开，然后叫我坐在这边，然后他把车子打横的时候叫我这样子看明天早上 view 哪里最好，这样交给专业的。你觉得好好愚蠢啊，好丢脸啊。行吧，你他应该想要下来散步吧。